好，然后呢，再来是 Live ABC 的部分，就是我们这学期开始，要登记点数的话呢，全校同学包含日间部跟夜间部的同学都可以采线上认证或者是现场认证。那线上表单的话，Live ABC 部分等一下 Anne 助理会说明，所以我这边就先带过，就是你可以填去首页连接到线上表单，或者是直接去那个要先预约，然后去即时有找导航员现场认证这样。那这学期因为以防同学就是挤在期中或期末的时候挤成一团，所以要在你做完的之后一个月内要认真完成，这是这学期有三个主要的新的规定这样。谢谢。